食飯啦，點晚食啦？就讓我哋一齊祝願國家繁榮昌盛，香港不斷進步，兩地人民安居樂業，幸福山南北，古道相交，只看一看，东方之珠，我的爱人。香港这几年的环境嘛，它很难给你很多的希望。像我们这些可能曾经有过理想，或者曾经以为可能走在街头啊，或者做什么事情可以改变社会的。最后一定是无可避免的，一定会经历这个梦想会慢慢破碎的阶段。2015年，上半年啲人踢你入会嗰阵时，踢我入会，你会唔会拣翻同一样嘅路？会唔会拣翻同一样嘅路？会，都会。可能當中發生的事，很多人一世都未經歷過，但是我在短短一年經歷過了，有高有低，那都很值得回味。也是于是所有可能不同地区啊，不同或不同政治理念，他只要曾经有过理想，他只是年轻时曾经相信过一点东西，然后他慢慢长大了，他明白这件事情他不能再相信了，那些观众都能明白天启所经历的事情。我发觉这地球